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线上看潜海。那么今天的云赏潜海将由我带大家到地下潜海去了解一下。那么潜海地下空间有哪些功能，又是如何开发的呢？走，让我们深入潜海地下一探究竟。潜海地下空间建设深度达32米，开发利用规模约600万平方米，相当于850个标准足球场，这其中包括道路交通设施、集中供冷站、变电站、体育活动、地下步道等区域。嘿，能听见我的声音吗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一个32米深的大基坑，这里呢就是潜海综合交通枢纽项目的工地，它足足有6层楼的高度，建成之后呢，将是国内罕见的规模超大的全地下枢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潜海综合交通枢纽项目的整体情况。那么潜海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呢，一共是地下6层。那么第一层呢，是我们的换乘大厅，第二层呢是口岸和枢纽大厅，第三层呢就是城市轨道，那么第四层呢是城际轨道。在第四层到第六层之间呢，设有5000个停车位的地下停车场。那么无论是从这里出发，还是从其他地方来到这里，都可以实现高铁、城际轨道、巴士、地铁和地下停车场的无缝链接。潜海的整个地下车型系统规划总长约7.4公里，设置了60多个出入口，是目前国内距离最长、设置出入口最多的地下道路。潜海通过打造地下道路、联络道、车库、逐级分流交通系统，使对外交通能够迅速在高快速路网和地下车库之间转换。地下车型联络道将实现地下道路与地下车库直接连通，这样就可以缓解地面的交通压力，实现了停车资源的共享，有效地解决了地下交通出行问题。潜海4通8达的地下人行道也会令您叹为观止，它的总长已经超过了24公里。在潜海的上班族，无论你在深圳住在哪里，只要进入了地铁站，您就不用担心日晒雨淋。通过地下人行道，将直接把您带到办公桌前，让您畅快舒适地开启崭新的一天。刚刚我们看到的地下交通、地下公共服务设施、地下市政设施等等，这一切都将是未来潜海城市新中心的缩影。一座地面与地下交相辉映的新城即将为您立体呈现。